这玩意儿我这刚研制出来的卷管神器，能耗使吗？你这玩意儿能耗使吗？能拎它，能练水，前面自带挂泥工能的，看着啊，转一下就试试就知道了呗，好不好使？看到吗？双把手的啊，双把手的，往里头一插，一摁，不管你是黑龙还是白龙，不管你是带弯的带刺的，麻花的拧劲的，到我李有才都得给我盘着，看到吗？前面俩挂泥呢，看到吗？哦，哎呀，好使啊，真行啊！ 关注李有才，专卖农民研发省吃省力的农用工具。哎，啊，泡沫这刮起来哇！对呀，能拎汤，你拎水。看这玩意儿咋样？啊，中啊，中啊！哎，这玩意儿卸转也非常方便，卸转之前先卸压，非常好使。看了吗？咋样？赶紧吧。行啊，这玩意儿啊！记住吧。啊。关注主播，了解更多。今晚直播间见。